没有人知道，没有人知道。这是安乐死的药，就是一种毒药，把它插在狗的器官，那只狗就死掉。为什么会被咬？谁知道什么原因？还有谁知道原因？在戳你。没关系，知道可以举手啊。没有知道。就讲真的啊。为什么会有两狗？为什么？我如何帮助两狗？哎，那个后面那个，后面那个。欸、我要点他哎、欸！你们看到流浪狗的反应？这可以点两个人，可以点两个人。这个跟那个、啊，你要吗？踢他屁！最好是不要这样做。然后那个后面那个，领养他。嗯，领养他。这个方法好，可以。